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，这事儿大爷办错了，我现在后悔了。来，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。退钱？不买了。那不可能，大爷后悔了。我没后悔，我这饭店都要黄了，好容易进的钱，我能给你退吗？那你不退不行啊，大爷犯错误了。你犯错误，我也没强求你买单，你自愿的，那怨谁？对，妈，这孩子咋这样呢？那我怎么样啊？你就不给了呗？我能。哎，行吧，算了。给我看看单，给我买个单。一共3100，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？现金。现金。我真想刷卡。刷卡呀。号机坏了。没事，我这有现金，也差不多能够。乡长，你现钱数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行。你查查看够不？真给啊。啊。你不签单吗？不简单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自己掏钱买的，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。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？你不说替我担着吗？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，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。你干啥呀你啊，这孩子？你干啥呀？你咋的了？你要干啥这孩子？大爷，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儿了？你说你，我这是点你。你别给我整的事儿，我告诉你，干啥呀？说我猴是吧？掐我脖，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。你要烟没有？你松开我。大爷，我松开你行，但是你别动。我不动，不可能。一动不动是王八。